경기만 남기고 갔단다. 去原本的地方好吗？嗯，对，小松鼠。他为什么？他晚上为什么没有地方住？你要把这个。哦，好吧，虽然你把它咬出来了，你怕他晚上没有朋友。啊，怎么了？不要紧，你跟爸爸说怎么了？他晚上没有朋友。不会啦，他晚上有别的朋友啊。爸爸帮你照顾他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所以你要把他放回去原本的地方吗？是吗？你是怕他一个人很寂寞是不是？爸爸帮他找朋友，我把他放回去原本的地方好吗？好了，不哭咯，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我们要走的时候跟阿姨说什么？啊，对，拜拜。好，当然可以啊，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啊。刚阿姨不是答应你了，记得吗？记得吗？哦，小松鼠他回去啦，他跟他朋友们在一起啦。好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回家吧。嗯，对，小松鼠，他好想笑。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